好，我们继续开会。各位议员早安，各位媒体先进早安，各位局处所长、县委局处所长早安。我们今天先各局处追加检，我们先从行政处。行政处，我们看第40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560万，追加预算数300万，追加后预算数860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现在看统筹部分，原预算数50万元，追减预算数50万元，追减到预算数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现在看国际发展及计划处，原预算数2亿7,486,000元，追加预算数6,884,800,000元，追加后预算数3,4,365,400,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拍摄你。来，我们请林三天林爷。谢谢张主任。那个林三天，那个他的那个麦克风，把它看一下。那个处长，你这对高我这，啊，这什么用途？这是发动基金所有。对了，要做什么？什么用途？发动基金有各个计划、各个部门的各个局处的计划，新增的部分。对了，啊，你增加的部这个到底要做什么？说明一下。一张纸6,000,000。这个增加的部分包含到底要做什么？什么设施或是活动？到底要做什么？6,000多万呢？好，比如说这里面有包含观光的部分，包含卫生的部分。卫生做什么？卫生是有关于大武乡的卫生所南回县的医疗照护的品质的提升。什么东西？他到底要卫生要做要聘医生，还是要买器材，还是要营建？我可以请我们卫生局的同仁来回答你的问题吗？不，啊，你要了解啊，不你安尼叫阮甲你通过这6,000,000呢？细节的一张纸都6,000,000。细节的部分要请他们来。处长，你不能这样子做了。起码你要掌握这6,000多万到底在县府里面所要施作的、要施政的，到底要投入什么行业、什么工程、什么设备，或是要聘请医生，你要说明一下啊！我问你，这6,000,000你答案都唔知道，阿边佬你当鬼？我无了解较细啦，所以我要请您列席嘛，因为如果说没有了解那么细微啊，你就不要报上来。这基本来开刀尔嘛，你要对台东人负责啊！你要说明讲这6,000,000拢做十项，哦，各乡镇部落内底的医疗增添设备，包括护理人员的一个增额或这个等等，你都可以说明啊。你这样一张，无贵是6,000,000，那要甲算成这几支钞代钞变200万啊，几支200万，在立法院在审预算100万，人家就真的要命了。在台东县府县议会，你看6,000多万，这样子都错。大武的这个部分它是增列，不止大武了，还有哪里？你要说明一下啦。有观光的部分嘛，它是观光要做什么？做哪里？是庆祝陆客不来吗？会用列说明吗？我们局处都有在这边，我们可以来。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一眼通的人也都在看嘛。你现在一个局处就一张薄薄的一片，不到20个字，6,000多万，啊，叫你说明你也说不上来。这到底要做啥？你也该坦诚敢讲，这都要做啥？还是要弄副议长杯的拔河？有没有包括在里面？
要不要办副会长杯的？顺便给他弄一下，弄发展基金，东部发展基金来弄，弄一个副会长杯的拔河，千人拔河不一样的哦，一千人来拔河啦，啊，手搭到个救护灯。处长，处长，你看着我一下来。最近社会的氛围在做一个年轻的改革，过去这些公务人员投入国家社会，他们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但因国家社会的因为财政的问题有所情势变更，所以这两兆在社会改革的有很大的落差跟争议跟不同的见解的情况之下，我希望我们公部门在编定任何的预算在执行的时候要非常落实跟切实，这个我们绝对会做到啊！你要做到，你要跟我说明啊！你这个就根本做不到啊！一个六千多万，二十个字，一个字两百多万。议员，我跟你说明，倒不如请局处跟你说明会更清楚。你要跟谁说？局处他们都在。哪一个局处有跟我们说明过？来，你几个局处？哪一个局处？比如说这里面有增列的部分、追加的部分哈、啊，包含观光的部分是营造魅力整合的行销计划。那我们管理处的同仁可以来跟你做说明。我跟你讲啦，轻轻跟你提醒啦，这是今天是伫关机会这款的政治氛围呢。你来伫八关区，真正我无骗你，敢借一百万都大家伫遐往家呢。我们要守护人民的荷包了。你随随便便一张纸几个字而已就六千多万，你不觉得这样子太凶多错吗？那个是因为那是预算书，所以不是。啊，叫你说明，你不爱跟你说明。我怎么跟你说明嘛？你安怎说明？无你怎么你说明啊？比如讲，我跟你讲，大武乡的南回迄个紧急医疗的照护提升嘛，他可能需要一些设备，所以他追加了100万。那大概要花多少？他追加了100万。啊，有两袋六千多万，中间只有100万是花在那里，啊，那还有5900多万呢。那比如说，在观光魅力据点的这个整合行销计划，就增加了。好，林三天第二次发言。我等一下发言，别人还有人要发言。哦，来，我们先请洪仲凯洪议员。大的主席哦，林议员讲的也很正确啦，因为这个内容也没有很详细哦。那我们不是说刻意要把这个挡掉哦，是不是处长您明天在这个会后的时候提供比较详细的一个书面的资料给所有的议员之后，明天我们再来审这一条好不好？就优先如果可以的话，明天一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先审这一条，这样好吗？谢谢。今天现场其实有不同的局处都到，他们若可以说明的话。也给他们，其实只要有书面的就可以了。我想就是说，大概条列一下，说这六千多万包含哪些项目，这样，哦，应该大家意见就会少很多。好，谢谢。好，那我们计划处的留在明天再来审好了啦。啊，明天把你处长，你再跟我们现场的议员做个书面，还是你们先沟通好了，不然这样没有办法审下去。好，我们把。国际发展及计划处呢，延到明天我们再来审，好不好？保留到明天哈。好，我们现在看民政处。民政处，我们看第43页，延预算数4206万5000元，追加预算数674000元，追加后预算数4273万9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大主席。昨天上一次啊，有关于那个丰年那个机场的噪音补助啊，这个上个会期有关于相关的补助的预算，我有跟你提起那个康乐丁辽啊，你知道吗？丁辽你知道吗？上辽康乐那个地方是，我不是有跟你建议吗？有啊，但是就是跟那个，那你后来说要会刊的时候，你后来一个案有，那、你都没有派人来啊？那、你不是要最少要60万，要给他们那边六十万，哪咋办呢？没有啦，他们公所全部才56万，不可能一次六十万给他，因为台东市公所他我告诉你哈、要市政就讲真的了，咱每一条钱咱都爱扛负责了。你像我无凭机票，无加一十字就6000几万。啊，你顶边你讲顶了后遐，跟那个机场的临界的那个小乡村，
你说要去看勘察，包括他的有些道路的设施。我们有去看，我们有去看。啊，你看了有看了以后，那个是乡公所也有，施工所也有去看。哎，施工所后来是，我们大概5月4号上午11点去看的了哈。哎，那施工所也去看，施工所因为经费太多了，啊，他们整个施工所经费很多，你讲的不是。我说那个费用要花的经费太多了，不是他们我们核给他的56万可以处理的，而且56万也不是说只有他那个。那你是核给那个丁辽那个核什么工程给他们？有会议记录在这边，他们工所会处理。你在你认知里面，他们那里有哪一些环境卫生不足的地方，你有去看过了吗？大概他们也都知道，公司他们也都啊，你知道吗？我当天没有去啊。那就表示你不知道嘛？对，那我想让你知道，你愿意接受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是不是会后哈？我拜托你，我们用诚恳的、负责的态度了。咱明下昼，咱来顶了，咱来甲看一下遐环境卫生，包括它的应该修补的道路，把它做适度的整理，好不好？我明天中午12点有时间吗？明天中午哎，明天有活动哎。你几点有时间？我再跟你约好不好？因为我最近脚底也疼。不良言行，我们在明天啊，明天4点好不好？下个礼拜，对对对，礼拜几？啊，我们再约一个黄道吉日好不好？约我脚受伤。啊，你一定要约我好不好？好，我们切实去把它关心了。Okay, 好，因为那里确实噪音哈，造成他们的，尤其土地价钱都不好了。但是有一些该补偿给人家的人道上要该照顾他们，就尽量照顾了。好不好？好，谢谢哈。好，这个噪音一定顶了，要按港做一半电话了。好，谢谢，请坐了，请坐。那个林野，我看你民政处长明天十点好了啦，去会看一下，好不好？啊？哦，讲水脚受伤，那我们江建寿代你过去啊。好，各位还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现在看一下第44页客家业务原预算数2025万4千元，追减预算数700万9千元，追减后预算数1324万5千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林三天林野来。那个客家事务谁为什么要追减？因为我们在大声一点好不好？拜托一下。去年度的时候，先依照客会的公文预编105年度的公文，就是他有补助作业要点的话，我们先按照他的公文去预编。那我们预编之后，我们按照他的补助作业要点，今年我们有提案上去，提三个案子，那两个案子没有获到，没有什么案没有过。长滨乡公所的一个案子跟东河乡公所的一个案子。长滨的案子是什么案子？他们要做一个规划设计案。我跟你报告哈，我们今天既然谈到长滨其实也是一个米食文化的故乡了。其实长滨的米食相当的好，你们要大力推动，因为第一个，它那里确实是没有污染的。那我轻轻给你建议，因为陆客不来，现在的国里很多了哈，大部分我们未来要面对国里了。那你在纵谷县的一个客家的一个发展地区，你应该着重客家美食的一个行销，包括怎么样分装包装哈。你看现在有各种网络订购的东西，客家的板条啦，客家的什么菜刀柜啦，这个你看我们有萝卜节嘛，萝卜节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来应来跟客家的文化的萝卜能够把它饼做大，那来做一下一个微型产业。我们把微型产业未来在纵谷县把它串联起来，我们才能够奠定一个基本的劳工市场才会有了。哦，那不是打工家办活动，那落实这个活动，你要有一个产业给辅导出来。你看，安尼计划你看了？谢谢议员。那你在弄客家事务科，每年给客家那么多钱，你现在有辅导什么客家文化里面有一个产业，可以觉得说很安慰的，你讲一样有吗？有吗？你讲一样就好了。我们就是有跟那个关山镇的关山萝卜银行，好，我们有去辅导他们，就是要来做这个萝卜
我讲萝卜，你就讲萝卜，你不要讲别行呢。你要用心啊！我跟你讲事实的啦，咱要面对的是真正足大的挑战啦。陆客无来时，咱台东的经济基础会发出问题，尤其即马老朽啊的问题，这三年上少一百亿无摊收进。像安尼氛围，咱要让少年人会当这个勇气，对吧？我们现在要建议党中民进党执政的中央，把这四处说很多的公有地给年轻人回来做农，那个土地根本不要钱啊！那土地政策要改革，白东白西白西了了的，这国家它的社会它有进它的进步。哦，我拜托你啦，这个预算你看，这个一年多客家的事务其实钱是很多的。你们要集思广益，要开创新格局，这我给你建议啦。恁规年都，逐天在办那活动都千篇一律，没有创新啦。你到苗栗去看一看，其实它客家文化有很多的很高档、很高贵的一个精髓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再串联，再把它经验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的义民野，这种的义民野，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全国的客家人的成年礼把它引进到台东我们的政府，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打造一个义民文化节，再怎么样在台东生根。第二，客家文化，客家早期是非常的节俭的，咱就透过安尼文化打造咱的在地的一寡的美食，你听，吸引观光客是呗？那唔知道好多去做生意，对，规工拢靠热气球，客家人有在玩热气球吗？你认为客家人玩热气球的程度？兴趣高不高？你个人呢？我们有利用在鹿野乡他那个花布灯笼馆，人家他们是弄灰心伞啦，客家人去发展灰心伞的啦，已经十几年了啦。我给你拜托了，客家事务我希望你们着重认真，经费到位的时候不要客气啊，但是产业要有创意，好不好？这真正让大家客家人拢在等你啦，客家的醋啊，你知道吗？客家的醋很有名啊，成功地区有一个西南乡，它在东河地区发展的一个醋，有机的醋，台东的梅子很，我们要去修一修，那你是包把农民的，我们要给修等啊，那个发展有机醋嘛，哦，好不好？讲做真的就好了，那是从天给你提议的，啊，你慢慢惊，我慢慢惊，安尼好不？好，啊，咱做伙来拼嘛，好，这产业咱有戏，谢谢，谢谢大主席，谢谢。好，谢谢林三天林野，各位议员还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了一下，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7968000元，追加后预算数7968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你嘛，咱不也卖讲者，你达条了没？好，我们请林三天林爷。处长，这个公墓的问题哈，当然我们都要支持，但我要拜托你做一件事。民国34年、36年、38年，跟国军一起退下来的，尤其在成功地区，你去看那个公墓，没人在摆，平里头卡一堆。好，我们一点良知了。好不好？你既然要把这个公墓更新嘛，那个地点我相信也有类似的情况，啊，你就行行好，好不好？好，把那些无主无坟的，尤其那些国军官兵，早期在台湾他没有结婚嘛，啊，他往生之后就随着岁月被没落、被遗忘了，你再把那些把它集合起来，好，把它集中，看跟乡公所怎么去搭配嘛。好，好不好？这个业务我拜托你用良知去推动了，好，好不好？谢谢，就这样。好，谢谢林三天林议员，我们请张正辉张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啊，处长，怕你没事。这刚好是金木箱的嘛，对。那么目前的工程进度，他已经完成包测试，他已经完成测试的工作了。所以他现在已经测试公司在开始设计，对。啊，目前他后柜也买了，所以临时的安置他目前都处理好。事实上，我们这个金木箱哦，他配合度都蛮好的，对。只是这一次的台风啊，很不幸的，他的后柜受到风灾的这个损害。我一直想知道，县府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方式给
金峰乡公所。然后他们在风灾的后柜这部分，我们有协助他们，有协助他们，大概有150万，有给他们150万，有就对了啦。对对对对，哦，那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公所在这个部分一直觉得那个经费上比较拮据，很需要我们县府来给他协助。如果贵处如果真的有做协助，那我要代表乡民来感谢我们这个民政处吼，对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视。那另外原乡也都碰到这个问题，听说不是听说，内政部到今年度就停止对原乡的这些协助。处长上次我有跟处长提过，有没有再跟内政部跟原民会再来做一个统一的讨论？我跟内政部，我跟你也报告吼，内政部那个各乡镇的募镇的中产人计划他们结束了。对啊，所以我跟内政部有过协调，我自己跟他协调的。哎，原则上我们现在是希望他，我也通函给各乡镇，如果有募镇上更新上的需求的话跟我们讲，那我们会纳入我们花东计划，而且我们也跟内政部谈好了，内政部会支持，但是内政部要求我们他们原先应该要提拨的 10% 的配合款由乡镇来支援，因为他们那个计划没有了，那原则上他会支持我们计划，所以我们现在是请目前提报计划的有慈上、成功、金峰还有蓝屿也有这个需求，我们就纳入我们的花东计划以后跟中央要钱。那但是呢配合款 25% 可能要乡镇自筹。25% 对地方的财政来说是比较吃重，是不是还可以再寻求一些管道？我们再协调看看，因为原民会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计划，我们再协调看看。好，好，那就谢谢处长了。好，谢谢张正辉张演，各位演员面见。好，通过。我们现在看言行处。文教行政原预算数7486000元，追加预算数1036万7000元，追加后预算数8517万30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看一下第51页，保留地业务原预算数659万6000元，追加预算数1050万6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710万2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看一下54页，部落建设原预算数897万9000元，追加预算数196万元，追加后预算数1093万9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56页，部落经济原预算数2629万5000元，追加预算数95万元，追加后预算数2724万5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57页，原住民社会福利业务原预算数6156万5000元，追减预算数745万5000元，追减后预算数5411万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61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1256万3000元，追加预算数578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314万10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好，通过。我们看一下131页，原住民地区公共工程原预算数1亿2004万5000元，追减预算数1116万9000元，追减后预算数1887万6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谢谢各位议员。
我们现在看地震处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506万，追加预算数1955万1000元，追加后预算数2461万1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看一下财经处。烟酒管理原预算数1320万3000元，追加预算数3万元，追加后预算数1323万3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胡秋金胡议员。啊，处长，你好。我请教一下，我对经费没问题了，但是我是上一次就是在我提醒那个咨询的时候，我问你就是那个有关自来水的问题，哦，麻烦一下。好，我们都有去勘察过了啦齁、哦、那相关的问题的部分我想通常都我再找时间跟议员回报他个案的一个面临的情形。因为台风已经过去了嘛，大概这个时候就没有台风了，希望如果他们有台风的时候赶快弄好。好，不要明年又台风又没有水了。好，拜托一下。这部分我们也会尽力来协助。谢谢处长。好，谢谢。好，谢谢胡秋金胡议员。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65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4045万元，追加预算数4000万元，追加后预算数8045万元。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请洪中凯洪爷。哎，是吧？叶老请教一下齁，这个总共追加了大概4000万嘛齁，在这次风灾的部分你可以稍微概述一下本府的部分是用了1600万嘛，那所属机关是2400万，所以大概概述一下大概修缮在什么样的地方好吗？跟业报告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核定的是3219万8018元哦。是。那后续还有一部分在核定。我们第一步核定的部分都是以电脑设备相关的办公设备已经损坏的为主。那第二步要核定的部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几可以修的部分。哦，那我们府内的部分呢、哦？因为这边我们有各局处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那比较多的是在警察局哦。嗯、警察局的部分是在监视器的部分，大概就要800多了。哦。然后还有一些入口监视器的一个部分哦，总共那部分大概就花了将近1000万左右。那其他的单位就是各单位的一些设备的部分比较大的部分，还有消防局。好、哦，消防局部分225万多，卫生局的部分是159万多哦。那还有议会的部分也有一部分，那130多万。那县府的部分在建设出一些公共设施中央不补助的设备里面，那总数是3200多万。如果议员有需要，我们可以将目前为止已经核定的情形没关系、我们大概你口述报告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处长。谢谢。那这个辛苦的啦，因为这一笔钱都是我们自己县要负担的，没有错。好，所以就我们也就尽快让它通过，然后让大家赶快尽快去修复。谢谢。好，谢谢谢谢支持。谢谢。好，各位议员还没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122页，工商管理原预算数2630万7000元，追加预算数1455万2000元，追加后预算数4085万90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139页，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1130万2000元。追加预算数3328万1000元，追加后预算数4458万3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谢谢各位议员。我们现在看教育处。教育业务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3亿1977万1000元，追减预算数907万5000元，追减后预算数3亿1069万6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我们请洪中凯洪议员。刘处长，请教一下哈，这个教学设备补助费吧，哈，现在追加减是这一笔钱。是。那在我们国教课哈，这一笔钱目前用在补助学校的整个年度总共有多少经费？
有关于教学设备改善的部分嘛。对。全年度，因为它区分有国中、国小，我们基本上到。来，我们请壮你回答一下哈，就是现在在国教课的这一笔教学设备补助费哈，是在国教课这一笔要核定给学校的整个年度有多少钱？今年度的总预算只有900万，总共只有900万。对，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子分配？剩下多少钱？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是每一季审核一次，好，那接下来审核是在10月份，是实际的金额我印象中应该只剩下一两百万了。是不是可以麻烦会后的时候请教育处把今年度已经核定的这些项目那个列表给我一份？可以，这个没问题。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分配的过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嗯，第一就是学校里面有明确的提出他们想要提升学生学习成效，而且这个成效是跟所谓的教学设备一定要有这样的教学设备才能够去做这个方案，这是第一个部分哈。在第二个部分就是会造成学生立即安全，会造成有威胁性的部分哈，我们也会一并考量。这两个东西一定是作为审查的第一优先。好，如果处长你能坚持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哈。谢谢。因为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我们也不确定啦哈。那我到任之后才建立的机制啊，你才建立的机制。那我想问一下处长，这个有没有一个委员会在审查这个我们要分配？我们总共有两关哈，第一关是国教科的初审，嗯，但是国教科的初审里面呢，绝对不会把任何一个学校先剔除，是一定要在委员会上面很清楚的看到国教科初审里面进到复审的名单跟没有进到复审的名单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的委员会原则上就是各科室的主管跟副处长，然后是由我担任主席。那到最后的决定权啊，有没有各长有没有处长的个人喜好？绝对不会在里面。这个一定要是，只要是委员会，一定是合议制。OK， 好，那没关系，我等到拿到这个资料之后，我再仔细的来看看。没问题，好，谢谢处长。好，各位议员还没意见？好，通过。我们现在看文化处。我们看文化处艺文推广，原预算是1,780,900元，追加预算数315,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812,4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现在看68页，视觉艺术原预算数1,442,900元，追加预算数50,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492,9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69页，文化资产原预算数1,023,500元。追加预算数1,170,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136,2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5,019,800元。追加预算数1,636,500元，追加后预算数6,656,300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农业处，处长呢？我们农业处先等一下，啊，我们先看建设处，来，建设处河川管理原预算数1,2615,600元。
追加预算数792万8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3,408万4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水利防洪工程，原预算数1,2,749,000元，追加预算数1,930万4000元，追加后预算数2,3,671万3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489万1000元，追加预算数1,128万5000元，追加后预算数1,617万6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都市计划，原预算数3,205万3000元，追加预算数40万7000元，追加后预算数3,246万元。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城乡环境业务，原预算数3,382万3000元，追减预算数500万元，追减后预算数2,882万3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土木工程勘测，原预算数3,903万2000元，追加预算数600万元，追加后预算数4,503万2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道路工程，原预算数6,330万元，追加预算数7,786万5000元，追加后预算数6,8116万5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城乡环境工程，原预算数2,4268万2000元。追减预算数4,984万5000元，追减后预算数1,9283万7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我们请洪忠凯洪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市长，请教一下哈，这里面有一个迄个污水下水道哦，诶，迄个工程的部分，咱看昨个迄个报纸啊，下哈，讲这污水下水道的实施的过程哈，新建的过程要历经10年的时间，这真了假啊？10年，整个工程到接管哈，大概差不多。要这么久的时间哦？是嘿。那它是分段来执行，还是说规条马路在港捷的西干弄来？现在是做主干管的部分。嘿，主干管的部分目前在做的工程就是新生路、船广路。船广路中心路这个区块的主干管的工程，后续还有那个家务配管，还有家务的那个中心管，然后还有家务的配管，还有后续还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在东洲后面靠近太平溪那个的建设，大概整个大概做到好也差不多要十档的时间了，哇，足久呢。那个低本遐哦，污水下水道。做好了嘛？对，那他现在目前的也把做一半了，基本上搁在做那个污水，那个资本火车站前面那个区块。那现在的那个资本那一带哦，公路轨说在接管率有多高？这个是不是各长你可以说明一下？跟议员报告哦，那个我们在第一期的实施计划，就是内温泉跟那个吉亚桃那个附近。当初预计是要接740户啦，但是因为民众意愿不高，现在只接了475户。所以我听说是总接管率大概是六七，没有达到 50% 啊，齁。有到百分之五十左右。那所以原计是700多户，现在只有400多户。475，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因为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他的房子比较旧，它是后巷的部分，那有些可能是没有办法接，那也有些可能是地形的关系，它是比较低洼的地方，那我们透过中立有的方式，它没办法送上来，那还是对，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接的地方。科长，你也蛮清楚状况啊，就是主要过去旧式的房子诶，白居拢容易后边嘛，对，这个独房嘛的后边嘛，那污水要从后面来到前面的管线的时候，伊爱对厝内底拍一条管，
所以一劳得办定义中会嘛，所以他的接管的意愿当然就不高。那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体，我其实不是说这个计划不好，这本来就未来一定要执行。但是台东市齁，整个台东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建设其实真的非常落后。我们的很多这个公所都在反映说他的这个排水沟不通啊，齁塌掉的啦，他也没办法处理啊，没那个车啊，没那个设备齁，然后呢动不动就是要把整个水沟打掉再整个重做。可是打掉重做的这个费用就非常的高。那一般民众呢，过去的排水排到后面，咱的厝后边干卡层接卡层的所在，那个排水沟，那这个排水沟算起来应该算是私人的嘛，算是私人的这个水沟，所以他们这个双方自己要去解决他这个排水的问题。那但是呢，往往就是邻居跟邻居之间敲北喝，所以黑的人一直肯离啊好派。那这个跟未来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怎么样是一方面在公所的部分他去提升这个污水啊，他的这个一般的排水的系统如何去改善，这个速度其实更新速度非常的慢。对，那整体的规划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这个部分我跟宏远说明一下，大概以后就是以污水分离的。好，现在刚你给宏远讲的就是雨水的部分。雨水的部分哈，就储啊，以后是污水有另外污水管。污水管，污水管就都是接到污水管，就直接排到污水处理厂去做处理。刚刚说后巷碰后巷那个，大概以后其他县市很多的经验啦，就是全部要打通。对，因为齁，现在这些工作是落在公所身上。好，阿比来呢，有可能齁，这个万一要是通过了说废除乡镇市或者是乡镇市民代表会，这些假设废掉之后，未来这些业务也是会往县府。我再说明，污水的部分那个还是县政府在办。对，那只是现在那个像那个路边的水沟的部分是公所在处理。其实包括头前嘛，我晓得这个路的部分哈，就是其实民众的感受就是水沟要通嘛，路要好嘛，路面要好嘛，等会路灯要能够亮。啊，现在路灯有 LED 灯的那个计划，对，但是路呢，这个修复速度嘛，改慢。啊，最高的部分的问题大概多。对啦，这个部分我今年有争取，就是三年大概1.5亿哈，一年5000万，今年最近会核定的。上一次有跟宏远去看哈，那个最近会核定，好，大概5000万。想加油啊！加油，谢谢。好，各位议员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1200万元，追加预算数1000万元，追加后预算数2200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来，我们看一下农业数，第72页，农务推广原预算数6072万9000元。追减预算数549万8千元，追减后预算数5523万1千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我们请胡秋金胡议员。处长请教一下哈，我们这次台风啊，那个我们这个农业啊，很多这个损失的哈。那你们是三公所核准，还是你们的核准才会有补助？报告议员，那个第一阶段是乡镇公所先现场先看，然后送上来以后有抽5%，啊，抽的5%的是由农粮跟农改场，然后派专家去抽，啊，通过的话就通过，没有通过的话就重来。好，是这样了哈，我们这个原品哈，有一个农户哦，就是这样子，第一次的时候哦，都有照相照，他种这个香蕉。啊，都种好了，啊、不是，都有问，都倒了。哦，这一次台风，啊，都照相也照好了。那么就是他们就已经报了以后，他们就认为是没有问题了。结果，所以他们就在整理，顺便补种。结果你们就又去监察，结果你们就认为说，哎，这个不能啊，按照规定的话，这个就不能补助啊，这样子怎么办？那个报告议员，你讲是不是小颗的？就是先带的哈。不是，现在是不是小颗的？对对。现在香蕉我们大概就是大颗是没有问题，中的大概也没有问题。现在有问题，但是小颗的。问题是它这个也有损害，你最起码也要补助一点了。
那个对，它规定是20%啊。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这个，是不是人家也很辛苦啊，对不对？他而且人家那个工手已经造完了，像他们就说可以报了，结果他是刚去整理，而又去补种，按照你们后来你们就又来又去招商，这个不合规定，那这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香蕉后来没有通过的比例不高，我是不是请联务科说明一下，好吧？啊，报告议员。针对延平乡的这个部分，就是延平乡我们抽查没有通过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依据现场的状况，受准率没有到20%，所以才没有通过所谓的救助的这个标准。不是了，我们是按照现场，就在第一次照相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不是，因为人家我就跟你讲，人家已经就补种了，对不对？啊，你们就再过去再看，就把就说这个不行再过了。这个还是要以现场认定啊，因为现场就按照第一个。那个损害的情形，对不对？最起码补助一点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受损率的标准是中央定的啦，那它也有一定的规范在，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有在跟公所和民众有去说明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有去延平乡，今天就是有去办理所谓的疑义案件的勘查。你应该有收到那个案子。我们今天有去做疑义案件的勘查，也是邀集中央的各单位去现场去判定。拜托一下了，为了我们的农民哈，这个是。最起码不补助那么多，但是最起码补助一点嘛，好不好？这个我们都会依据规定来办理，谢谢。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好，谢谢主席。好，谢谢胡秀金胡议员，我们再请张卓冉张议员。林务科哈。林务科哈。来，处长你请坐。你里面这个计划里面，我想请教你一点，你这个巧木。有8000多株哈，都散布在什么地方？你可以不可以把这8000多株，你的管辖内你所做的事情，在哪一个乡镇或在哪台东市哪个地区，啊，哪里有多少，哪里有多少，一共多少？是，这是我们福裕的部、啊，这是我们福裕的乔木啦。那一般民众要来申请，你的福裕乔木在哪里啊？我现在问你，在我们的苗圃里面。在苗圃里面，你服役的乔木在苗圃里面是，这怎么说？那有需要的话，在民众申请，或是我们自己有需要补植的话，再从苗圃。那这个乔木重要不重要？蛮重要的、啊。为什么？乔木的话，它主要的话还是在森林公园里面，它负责的。不是你服役这个乔木要干嘛？它有几个功能哦。第一个是防风沙，还有。露树绿美化，主要是这几个功能。那目前来讲，你对这个种树有没有感觉到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次受灾。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第一个是节能减碳的、啊，它可以固碳，然后可以改善我们的环境。啊，你鼓励不鼓励去种树啊？鼓励啊，鼓励哈、哦。那在什么情况之下的土地可以种树？在什么情况的土地？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跟政府有签订造林契约，那当然是依据它的。那我再请教你，是。那我们国家的土地在水田可以种树吗？水田吗？哎，水田的话，如果是私人的，你要种树，那我不反对。你不反对，但是我们政府有鼓励造林啊，我们鼓励转作啊，有没有？那是属于农务的。啊，农牧可以转作，啊，没有违反使用吗？有没有违反要看，如果是私人的土地的话，那是私人也是在中华民国领土里面嘛，是整个台湾嘛，是没有一国多制嘛，是。讲话不要老是讲到那个外行话嘛，是。那如果农牧用地可不可以种树？你告诉我啊。农牧用地可以种树啊。对啊，是啊。处长，你听到农牧用地可以种树啊？现在我要告诉县政府，处长你不要打我，我问一你就说一啊，我没有讲你就不要讲话了啊。是是是，对的。我们到资本门前路边的水田哦，种桃花心木，这是谁奖励的？处长请坐。谁奖励的？议员说的是路树吗？我不管了，我讲这样话那么清楚了，你吃了饭店这个经你应该比我清楚，我讲得出来你还听不懂。那你是不是适合当林务科长啊？是，但如果是城你没有用心嘛？
承租的要看跟。我现在跟你讲，从资本桥一直到建河到温泉，路边的水田现在都种桃花心木。我问你，谁奖励的？都种的秘密的，谁鼓励种？他如果有跟我们，总不会说中央嘛，总统府吧？那是林务局这边的契约啊。他如果有打契约的话，那就地方老百姓跟林务局屁事啊！你讲那个外行话。林务局是管林务的用地，林务局本身的林管处的土地，他不管你县政府地方的土地，县政府没在管这个啦。哦，你就怎么讲那个外行？执行单位是行政单位，我今天就讲台糖就好。今天台房子挂掉了，土地是台糖的，哦，土地是台糖的。文化中央文化部补助款给这个台糖要修造屋顶。要透过台东县政府的预算，什么叫地方自治？你知道我意思不？啊，你知道怎么讲那个外行话？你来糊弄我？你如果不懂，说我在林务科长，我就是不懂。你不要骗我，你可以骗百姓，你不能骗我。没有，对。但是你骗百姓也是骗到我是民意代表啊。是，那但是呢，台糖的话要看他同不同意啊。土地是他的，要看他同不同意。他如果不同意，我们没钱去干涉他。所以我感觉啊，你林务科长，我一个建议啦，处长，你的林务科长是不配当林务科长。第一个，对台东人没有爱心；第二个，对业务不了解；第三个，不会主动向政府争取人民的福利。我就基于三点就可以。这个林务预算，我希望主席宁可没有林务科没有办法辅导台东人的造林，没有办法辅导台东人的树木的维护。怎么讲呢？你写这个乔木跟灌木，我讲这个数据是来自空的，没有实际，浪费公帑。江演，我们你的时间到，我们是不是在请我们江接受江演发言一下？好，谢谢。好，您请坐。好，谢谢。好，我们请江接受江演。处长，是我们这次风灾之后，森林公园，我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在积极的在重新重植树木嘛。是，可是现在这个时间适合种植吗？报告演。种树的时间最适当的时间是九月到十二月。不对了，根据我们农人的经验，那要十一月、十二月以后才适合啦。报告爷，我当然你讲的，当然我也承认了。这个时候种的成活率并不会很高。以我个人的经验哈，从九月种到十一二月，甚至种到一月的话，成活率大概都九成。对啊，就这个时候的存活率不高嘛。不是，这个存活率不高的是三四月做存活率不高，因为那时候种了以后，你维护。三四月种，我不认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枯水期啊。不是，那时候因为太热，所以它树一般来讲会。三四月怎么会热啦？不是，一般三四月种树都太慢，三四月除了是种了。好了，处长，还有是，到底这一次种了哪些树？我们大概这一次森林公园原则上先以木麻黄为主，木麻黄目前我们大概有3万株。那刚才张也在提的，我们木麻黄目前是这样，那都是都用我们从种子开始发芽的种的，所以我们目前大概准备种3万棵，其他还有落羽松，还有其他我们目前还有乌鸠，还有落羽松适合台东的环境吗？那个海边，我们海岸旁边准备做那个，就是我们森林公园出去要出海口的地方，我们准备做。落羽松冬天会落叶呢？对，就是在那。冬天会落叶，刚刚我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又不能够挡风沙，种那干嘛？那个落羽松本身它是我们把它当作在那个出海口的地方，琵琶湖的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出口的地方。落羽松它原生地在哪里？适合在出海口吗？有时候觉得你们植树的时候，你们到底有没有去考虑到？而且我们一再强调要在地的树种，在地的树种才能够抗风害嘛，风灾嘛，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我们的环境嘛。你看过去所种的树，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是台湾本土种的树种，种了一堆，
然后台风一来就倒。报告一眼，我们目前在森林公园要种的大概都是原生种，都是从林务局或者是环保署相关的树种那么哪来的，所以我们的树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次要种的森林公园种的是没有用买的，都是用外拨的。好 OK、啊、这我知道这是林务局所提供的，可是我要建议以后我们所有的植栽是包括所有的工程的植栽是都要严那个，虽然是严审它的树种，是不要再去种那些外来的树种，我讲一句难听的都是绑标了，是那个都是工程绑标了，是目前我们做的大概都是我们、啊、结果种出来的树呢，目前我们种的大概都是自己种了，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绑标，是把林务局拿用我们自己森林公园的同仁来种，所以目前是这样。对啊，所以我现在特别要提的要强调的是，是以后我们所有的植栽一定要本土树种，是哦，100%支持，才能够适应我们台东的这个环境嘛，是不是？我们这一点是全力支持啊！你看这一次风灾，哪一种树木受损的最少？我们就应该多鼓励多种这些树嘛。目前这一次哦，我们台湾啊，我们的风沙的灾害这么严重，我们就要能够看风沙的树种。大概有两种树哈，大概这次会比较意外，就是一个就是茄冬了哈，茄冬它这次倒的机会很少。然后它可能理光头，但是它只会断枝而已啊。还有一个是大叶懒人，这两个大叶懒人这两个蛮特殊的，哎哎，还有那个琼崖海棠嘛，琼崖海棠最适合海边嘛，是你这个出海口应该要种琼崖海棠才对啊，你去种墨竹冬。会把一眼的意见，我们来取得这个树种的时候，我们会把一眼的意见纳。还有很多树种，还有水黄皮，很多树种风灾之后木材上都不收的。结果造成我们绝地要堆那么多，所以我们要鼓励地方种树种，那是你起码灾害之后还有木材商愿意收这些残枝嘛，对不对？才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嘛，是不是？所以这些都要去考量到啊，是啊，好，个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以后我们的林务政策真的要做一个改变。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江坚硕江议员，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张议员第二次发言。那个科长。我再问你，你现在林务科，你说造林很重要，种树很重要。是，我问你，你这一年来你做些什么事情？你告诉我。这一年来，从去年开始，我们先做197那边整条大路去种树。然后我讲大环境啊。大环境就是辅导林农。我跟你讲哦，林务科到现在来讲，我看你哦，你表现在哪里，我真的看不出你的成果在哪里。你说你的苗圃，你那个苗圃是这样栽植的吗？你种下去会害死人的、啊，你也住根都好，你切等你啊！江野刚才讲的，该种的树你不种，不该种的你种，所以说台风一来你要看，通常不看一级。所以刚才我讲出那三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观察已经很久了，我是认为林务科这个要废除，有台东有林务局。不需要林务科了，因为你们外行的嘛。你外行领导我们这个内行的哦，我是认为行不通了。是，谢谢议员。行不通了。啊，你本身气势很旺哦。不敢。我今天很慎重跟你讲，我希望你出场给我听哦。你出场请坐，坐我进去啊。今天中央的台风。县长讲的1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17级，既然台东的老百姓已经油啊，很烂的啦，房屋也摧坏了，进水的进水，田野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既然那么残忍，你没有一句话帮老百姓讲话，你没有帮老百姓争取过一毛钱，中央叫你挖你还刁难，你这什么科长？你什么意思？我就凭这一点，我就跟县长讲，你就不适任。你回去你原来单位，台东县政府不欢迎你，绝对不欢迎你。你太过分了。那议员讲的是哪一个案子？我不管讲什么，你绝对不要理我。问你，
农务用地可以种树，可以鼓励造林，水田可以转作，可以造林。为什么？为什么？听到？人民跟台糖承租的土地不能造林，你可以告诉我吗？关于这个，我们有发文去问过台糖，台糖的回复。所以你凭这一点就没有资格当林务科长，凭这就没有资格。那土地是台糖的，我们只要台糖关你屁事啊！他的土地啊，他的土地谁住的？你住的？对，只要台糖认定可以，我们当然就是。台糖什么时候跟你认定？来，我告诉你，你跟台糖都违法，你跟台糖勾结违法。我在议事厅上就坦白跟你讲，我昨天本来要跟那高经理讲，发动的台糖的，后来陈志旺叫我不要讲，陈志旺演。当个议员哦，他都懂得台东人，我要照顾你，公务人员。你既然你是一个科长，民脂民膏，人民血压姐请你当科长，你既然来封杀你的老百姓，处长，你给我听着这些话，一字都不要给我落掉。并没有封杀。在台风之前，你就告诉他，你不能申请灾害补助。开始台风以后，真的台风来了，你不断的找砸。我并没有这样子做啊。哪里没有做？没有做已经成事实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也是主动去跟台糖。那我叫你县政府，今天他不行，为什么台糖在护眼，在护眼呢？整个台糖土地通通造林，你告诉我如何解释？如何解释？那是台糖他们自己造林的、啊。我现在中华民国宪法，周官问我百姓不能点灯，台长该造林，老百姓不能种树吗？老百姓如果跟台长承租地要造林，那台长没有反对，他的契约下去，台长没有反对，是你跟台长讲的。我们是真，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人民写当科长的，你不是法官。好，时间到了。对啊，所以我们去跟大家换解释啊。请主席给我时间。好，谢谢。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先缓了一下。好，休息五分钟。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再请张卓仁张议员。谢谢会长，谢谢主办。大会主席，各位同仁哈，刚刚我本席所提到这个问题哈，林务科说造林很重要，种树很重要，地球暖化什么都很重要，在整个台湾这块土地上啊，土地要地尽其力嘛。我说你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你把这些问题，刚刚我所讲的这些问题，我就看不出你的绩效在哪里。刚刚我讲的真正的台风，你是百般的刁难老百姓，百般的找砸，选择性的办案，选择性的补助。我说你要吃上官司了，你以为你都是对的，你的错在哪里？人家资料都齐全了，你这样当科长，你是怎么当的？我再告诉你，大会同仁。老化老业，当年95年我要争取老化老业槟榔合法化的农作物，后来我们经过了10个月努力，议会同仁支持，所以终于获得中央认同合法的农作物。今天老化老业在所有农作物里面，它算是一个弱者。老化老业县长还可以拿善款，想尽办法来协助这些老化老业。既然造林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大家公认的，联合国公认的，种树非常重要，地球暖化。既然你百般的刁难百姓，找砸，什么科长玩这样的？你凭什么拿我们的民脂民膏的钱安全？那个张爷，我看这个农业处如果这样下去，底下还有很多项
我是不是把挪位处改在明天？啊，你们底下先私底下再沟通看看，好不好？好 ，OK。各位议员有意见吗？好，那我们就先把挪位处放明天好了。好，市长，抱歉了。好，我们先看观光旅游处。观光管理业务原预算数719万4000元，追加预算数110万元，追加后预算数829万4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谢谢议员长。我在第一次当选议员的第一次定期大会谈到一个两岸关系的观光一个市场。一中市场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陷阱。这我伫七年前都讲过啊，哈。但是你即马面对着，你即马坐伫这个位，你变啊因应两岸的关系，因为不要去承认九二共识之后的一个陆客不来，台湾的整体的一个营造的一个经济气温的环境，当然现在不是很好。但就台东对观光的这个市场，你有什么愿景要打开这个市场能够有序？你有什么看法？好，谢谢议员。的确现在陆客没有来台齁，对台东的观光产业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啦齁。我计算了一下，光这三个月的整个陆团的下降几乎就是达到60%。啊，我进程跟您共音有现在没听。我那个包议员，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听不听的问题。什么听不听？政策不能诱导人民走向错误死亡的方向了。议员，你也知道那个不是管理处长可以处理的。对不起，对不起，安内黄建廷的错。我的权限、啊。黄建廷因为没有给你智慧，我今麦就跟你讲，你要注意听了。我是告知我们前台东人，还有包括我们的议会同仁，包括还有我很慎重告诉我们的大会主席，因应陆客不来，台东只有一条活路，要怎么样引进国旅，把台26线，我们积极努力，一定要把它冲撞出来。不关键上面降动了，交通本来就是建设性，就延伸性的了。那什么一个什么环评已经通过了，来弄一个文字华，将莫名其妙把台东人的生气就断掉了。那我非常感谢议员的支持，这个我们在努力台26线。我嘛直接被火药关的议长姚庆林靠尴尬的，他对台26线有什么政治新主张吗？起码你把那个气氛的良善关系。我们的黄建廷县长说屏东县长是黑道呢，你认同吗？你认不认同？这我没有办法代表县长。你个人，你个人，我也不叫你代表伊啊，是你个人呐、啊。南方茂安县长嘛，礼拜馆长，我们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和善的气氛，坐下来跟屏东谈，努力去谈，一定会谈有结果。努力去抗争，也是一个手段。咱台东人哈，咱跟屏东咱的和蔼相处。台26线虽然短短的几公里，我要讲一个很良知的一个问题，在台26线最后一次的公听会环评啊，赖昆城前立委啊，他在卸任的最后一天，他还亲自到现场，这就是表示说他对台东的观光跟未来的看法和咱是一致、啊、我相信台东人因为有这款的冲击，台湾人有这款的冲击，那其实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是，那你未来在因一个陆客的部分，像我们的红珊瑚盖了那么多，如果它倒了怎么办？以后那些来个起标，你看了，你看好不？红珊瑚这头家你较熟。包委员，啊，它设备不错啊。如果减少，其实我们管理处在去年底我也有跟议员们都有报告过了。我们在今年其实都有一些南向的一些，真的跟新政府一样有南向的。你不要闻之随之起舞了，南向你懂得什么叫南向？我告诉你，预算我们都有编列好了。我告诉你，不要唱高调了。我们外交的困境啊，不是你要南向就南向了。你要知道南向它的税金也水了那 Q， 你敢怎样？我你现在又抛出一个假议题，那又让人民又误导。你先把我们台东的整体的一个观光的氛围要怎么去安抚这些人，要怎么供体时间，陆客不来，我们的国旅的水准是不是趁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提升，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安社区，我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安全先把它提升，让外客来觉得这个地方是良善的，是你先来做这嘛。是、哦、那台26线我再跟你说明跟报告了，我也请我们的大会主席、哦、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呼吁我们前台中一定要打开台二十六线，为我们台东未来命运的一个光辉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别当讲因为一个政策，就把咱台东二十三万人口给放弃，这是唔对的。我伫只卖拢借着这个时间，把咱的媒体好朋友，有听到讲参天咧把咱的潘文安伟大馆长咧呼唤的时阵，伊会当轻轻放下，和台东人、和南田、和满洲那边遐人有一多生机啦。哦，那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写一个公文信过去，不断的写。那我们是不是由你来当召集人？我成绩可能不太高啦，还议员，我们。你零六后啊？我们来努力啦。你零六以外啊？哦，大会主席，我因为我都尊重大会规定，我第二次再发言，我今天要把台二十六线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凝聚一个高度的共识？好了，林三天当召集人了，我跟在你后面了。啊、好了，我可以继续吗？不行，洪忠海在后面。好，我等一下。好，谢谢林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洪忠海洪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处长，延续林议员的议题啦，我要想我们的观光哈，其实县政府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环境弄好嘛。那剩下来就是引进这个投资。那目前还在盖的饭店有多少间？在盖的饭店了、大概有多少间？对啊，处长，这数据你应该很清楚才对啊。因为新店中的哈、是申请建造阶段，还不到来申请执照阶段。那后面还有没有人要继续来投资饭店？因为我们都算后端的，他会申请执照，我们才会知道。处长，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观光的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啦哈。所以这个拜托你回去的时候，到时候定期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讨论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来，我也了解。盖姐人咧投资要来台东做饭店，但是吼、有的人去到一半吼，竟开始犹豫啊。哦，因为呢，这个陆客不来台湾吼、没有来台湾，我跟这些饭店业者这一阵子我在问他们这个详细的一个情况，伊讲西部啦减三成，台东减六成。哦，就西部来说少三成，台东多六啊，就少了六成。台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啦。中南部有影响、台东花东最主要是因为交通的关系、你说要提升国旅啊就交通就没就盖不方便嘛，所以他们要来这边的机会就不高。那在这个部分过去因为团客开这个坐游览车来的就是陆客啊，不就是咱一些比较一般大众的这种平民团嘛、这个平常的平啊，平民团来到我们台东，那他住宿的这个的金额大概都不多嘛，会花的金额也不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只是要靠现在的所谓自由行，恐怕也有困难。我们到底有没有对整体的观光的市场做一个评估？我再问一下处长，现在我们目前民宿的平均住房价格是多少钱？这个平均房价，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有背包客的房价，有一般的房价，也有蛮顶级的房价，那因为跟他的自己的设备自己有定价。那一个平均册啦，就是较悬的靠掉背包客的卖省，一般的价小差不多多少？一般都在一两千左右吧。那一两千就不如去住饭店了。那现在我再问你，现在我们台东的这个饭店的平均价格大概在多少？有分观光旅馆、一般旅馆。我们讲拿鲁湾就好了。拿鲁湾也有分会馆跟五星级的。那没关系，你告诉我现在拿鲁湾的价格，你知道是多少钱？这个我如果是五星级的，它的价位都是。那我再问你，现在拿鲁湾也好，富野也好的这些比较大型的饭店啊，它的住房率现在目前是多少？我没有个别的住房率耶。不啦，住饭店一共有连同民宿一共一千多家了，我没有办法去问他们的。我想哦，这个个别的住房率，大家都在哀嚎。所以呢，一方面哦，也希望说管理处能够多多去了解哦。那我们知道之后，才知道怎么帮忙他们嘛。好、哦，我告诉你，现在呢，他们的住房率都不到两成。那鲁湾呢，四个馆现在大概剩下一成，所以他们现在就把它整个整并起来。那鲁湾这么高档的一个饭店，一进哈、一千三百块啦，没人要来住，就这么严重。那这个情况下呢，怎么样子来做？我们不能只有怪说陆客不来吧，怎么解决比较重要。那比如说我们跟中央来针对台东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比如说补助啦，补助旅游的部分啊，或什么样的方式或是办更多的旅展，或者是办更多的活动，在台东办活动，因为确实办活动可以提升外面来这边的游客数量嘛。
那我们是增加这个活动的次数等等等，我们要必须要提出一套这个完整的方案嘛。先跟议员报告我目前的做法啦齁，我们目前其实是针对就是奖励来台东的旅游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在努力啦。我们之前从这个月开始，其实就有住一个晚上，我们有送我们自己的农特产品。嗯。哦，你住第二晚或第三晚，我们有加送更多的比较小包米变大包米或红米米，哦，或者是我们的台东好玩卡。所以我们目前是有鼓励哦，大家不管团客、散客都可以来申请，这是我目前措施。观光局呢也有针对就是台东的部分，因为我们风灾过后，其实对观光的影响其实非常大，所以观光局也有针对就是现在你只要带团来哦，一团一个人是给300块哦，目前都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来台东的措施。啊、我们不是批评好，但是我们真的很期望，就是在这部分大家一起共体度过这一段时间，然后呢帮帮这些业者啊，如果有需要我们来协助的，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是。好，那也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就讲到这边啊，欢迎努力哈，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志峰陈也。谢谢大会主席。嗯。你请坐，我是要跟你讲一下，你请坐，这是我阿伯的迄落人哦。你是要提升观光产业专业哦，一寡知识甲伊的功能嘛？啊，咱这甲坐咧讲到，咱另外讲到大理甲，啊嘛讲到咱这旅客啥拢无来，啊，咱嘛甚至要要求中央甲咱补助。我咧感觉是咱一定要逐项拢教育，咱当然咱在咱较欠钱啊。先啊，一直爱叫中央给咱补助，中央都无要给咱补助。伫迄顶边的电机面，我就讲啊，咱的政策是马政府甲蔡政府的时阵会延续无？啊，这个病啊，伊就是袂延续啊。你咧办什么活动？阮议员一再要求恁讲各局处卖一直办活动，把钱省起来。恁即马要去办活动，啊，要来刺激什么经济？即马一间饭店，你搁200块好大，伊嘛无入来。为什么人都无入来？你要甲200块嘛无效？啊！你这200块，你到尾叫中央给你补助，有可能吗？咱的台东的立委啊，交通已经成为交通委员啦，又去做着什么话无？交通已经成为交通组呢，伊咱唔去甲咱替咱争取，咱只搞废火车，你坐这车后边要观光，要做啥观光？六客啥无入来，咱来深深来思考，六客啥无入来？大家吼、哦，拢别讲什么六客无入来，腹肚枵死。事实，咱啥无承认呢？咱就需要这块饼，干么样呢？热气球、飞行伞、甚至种种嘛是拢六客来买啊，佮包括咱的船路嘛是拢因来买啊，啊较务实的嘛。卖只唱高调，啥物要来佮中央敢创啥？蔡英文伊袂照顾咱台东人啦，蔡英文袂照顾咱台东人啦，我甲你讲是咱咧骗票啦，甲由咱台东立法委员就咱看出来啦，即个咱心地嘛是中央给咱的钱，我伫遐苦苦要求，咱的心地哪有意思？心地要创啊？就拢好过，中央有钱给咱，咱就阿弥陀佛啦，是不是？啊！我只个个再次重申，卖过一直办活动，卖过一直办活动，该钱欠起来，做一寡较有路用的代志。卖什么要办活动，要刺激什么经济？回归啦，我无咧骗啦。迄我来讲啦，迄两字若无要承认，我来讲六千也无是啦，同款啦，嘛是爱扩大下去啦。这是我基以上的以上的建言啦，我嘛是我的家己的看法啦。哦，咱嘛是，我是希望是回归正题的，即本册来读来紧，后壁阁加一个局次的啊。哦，谢谢大会主席。好，感谢志宏议员讲的真好啦，实在即马大家一直讲无人客，事实这是甲国家政策问题有关啦，所以咱嘛是爱等中央政府看落去做到我度啦。哦，啊，即马咱就回归咱的管理处。我们接下来请林三天林也第二次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刚听了我们陈议员的一番话，有激起的感触。国家的政策
包括台东县政府的整体的政策，我很早就提醒过你，一中市场不要过度的集中，延伸了许多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尝到苦果了。那么未来是不是要又要靠继续靠一中，各自解读？那我个人的看法，分散市场吧。台东的观光旅游并无什么太艰难的条件，第一，环境安全卫生。你把牛蛙杀了出来，你免讲无竞争力。我举例讲一个问题就好了。你说今天我们的南里，我们的立岛，请问我们的处长，我苦口婆心跟你建议，那里的公厕足够吗？立马不解决了。整个东海岸现在又面临到一个对观光很大冲击的一个海岸法，它定了一个左右两边1000公尺左右是一级的保护区。不要说它未来对规那个建设的一个很多繁杂的手续跟规范了、啊，连要去跟银行贷款都被打得折数了。这个配套有没有把它制定出来？您看你观光旅游，你讲的我们要起飞，要怎么飞？观光旅游安全你没有给它建立起来，一切都假了，因为那就是腐化。你有我们好的物件，人家就想要来这里走一走。你说资本温泉地区这么长年有名的一个温泉，它的停车场足够吗？它的卫生安全良善吗？这您自己也改变才啊。跟你讲的都一直讲在办活动，我们那不好，那个政策不对的。我现在跟你讲一中的市场是一个泡沫，你又忽然间又抛一个南向，又让误导人民，把那个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观光的战略又取向又转移那里。那如果南向又失败呢？南向失败以后，你有什么积极让他徐慧不摘掉吗？莫被空抛出议题。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上下一心。过去马英九总统的任期的8年，他来台东，我还是依然的尊重他。政党轮替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常态。蔡英文总统他只就职100多天，给他多一点时间，我相信他的智慧能够解决台湾很多问题。两岸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有国共关系存在的一个对峙，但我们不要丧失我们台湾的主权。没有了主权，什么都不要谈。用九二共识来恐吓台湾，一定要承认一中的问题，我个人是持非常反对。只要中国大陆他用良善的态度把亚太地区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我相信这个历史的问题可以时间来把它淡化，何必在这个时候再硬盯呢？这个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的身体太小。我今天我不是外交官，但是我要告诉处长，在这个这么低迷的氛围，你对这些民宿业者要用良善的劝导，尽量让他们去改善，把优质的住宿的环境把它打造出来。台26线，我再次强调，你应该也要有作为，这个也是你的道德，你也是你的责任跟良知，你要想尽办法。我们在这里只是在那边讲没有用，但是我们可以把战场拉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我们是不是邀请屏东共同两县坐下来好好办一场公听会？问题出在哪里？你们要的是什么？台东人要的是什么？那就有关于文字法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能够做适度的道路修正？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只要交通有延伸性的，我们就来两个县把它凝聚有一个共识。这个不是不能谈，也不是说光一个文字法就把台东抹杀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价值，那是不对的。啊，咱在你们调询，咱要主动出击。咱答辩底下只有讲啊，无咱来甲先甲表示咱的不满，无人要去嘛。啊，咱底下口口咧讲，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入客不来，这些饭店、旅店倒了，对台东人好处吗？年轻人造成大量失业，这个社会的氛围会混乱。啊，你明知影嘛？啊，你拢无提出一个好的政策，咱的入客不来，咱引进外东南亚的客户来先，我们要提升观光旅游的品质嘛？你认为呢？是，这个我们都是目前都在努力当中的。哦，还有一些路标指示路标，那个也非常的危险。一块片片黑的，安尼一个箭头，什么名？你足危险的，你给劝导了。路标啊？哦、对啊，足危险的啦。那发生车祸，那市场那个只要发生这个，有时候命都结束了，一定爱舞蹈。就像我们的那个在步道里面，那里也有你们观光旅宿有哪几个招牌，自己都在违法的人民怎么会守法呢？哦，你去看呢，那步道里面有几个人呢？哪一条？
那呢，咱今麦咧休闲步道这条啊。当然，那个旧铁道吗？对。哦，那个建设处管理，我会跟他们转。啊，你要跟结合结盟嘛，啊，讲啊，较危险的诶标识物，我们就把它量上改善。好。哦，以上是我今天建议的哈。好。我是不是请我们的大会主还没有好呢？时间到了。啊，过几秒钟，是不是请我们大会主席来做台二十六线的一个积极牺牲的一个窗口？我跟你的脚步走好了。啊，跟你的脚步走。我了，我拢听你的啊。没事，台二十六线你要徛头前。啊，您要徛头前了。你倒用了。我们所有的议员都站在你后面了。哦，主席，拜托你，你倒用了，照批吧。好，我们接下来请江接受江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是的。是。你们辛苦了哈，这今年真的是大家觉得天气比较凉一点点了，不过整体的经济跟观光的政策不是我们县能够控制这个方向，这个是要中央政府来去营造。从2009年开放陆客来台政策确定，还有包括农产品销大陆，我们当时我们就已经明明知道，如果政治环境改变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因为他们就是统战。可是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又不能不跟它接触啊。包括我们台湾很多人到大陆去参访落地接待，这也是统战。我们明明知道是谁改变了这个政治环境了，所以唯有政治环境稳定了，我们在一个大国旁边的这一个小岛才有生存权嘛，还有生存的机会。基本上这些年来县府的整体的观光政策，个人认为是正确的，是妥当的。只是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过去曾经做了英语导览人才的这个培训，可是其他语言我们没有做啊。现在东南亚东协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语言都不同啊，我们还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去培训适当的人才，才有办法来接待。而且东协这些国家他们的经济一直在往上攀升，他们自然出国旅游的能力就会提升了嘛，就好比当年的台湾一样啊。所以我们应该针对这一个方面来去培训适当的管理人才，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啊，也可以鼓励民间来做啊，可以奖励的方式啊，是不是？您说。有，所以我们刚刚这个100多万，其实就是在培训我们的观光的从业人员，不管是他的语言的课程，或者是接待的课程，甚至你房屋的管理的课程，其实都在我们现在第一个案子里面都有。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我们观光从业人员的培训。那其实我们的市场除了我们邻近国家，像我这次我们台东县政府是独立去香港跟新加坡，还有月底要去日本，就是独立有设摊位，这也是我们台湾唯一只有台东去独立设摊位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县长希望在这些国家赶快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台东，而不是只认识到台湾的大都市的城市台北高雄。所以说今年的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的从业人员的部分，我们希望在另外一个市场，我们这次去主要还是华人市场为主。讲真的，我们的业者很多除了华人市场以外，其他的像穆斯林的市场，其实就是刚刚议员讲的，穆斯林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庞大，他们的消费能力也非常的高。那这个部分因为穆斯林是属于回教，他们必须是要有很多的认证，包括吃饭住宿都必须认证，他们在饮食上面就有相关程度的禁忌嘛。是，所以我们一直也鼓励我们的从业人员啊，就是从业的饭店啊，赶快去做这就是相关的穆斯林的客人需要的。所以我们要拟一套计划，有，而且要提拨一笔经费去奖励啊。是，这个都有奖励措施。你只要你去申请，而且观光局一直以来都有鼓励业者，你如果去申请奖励的话，他会有相关的补助金给业者跟饭店。这个观光局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做，那我们也一直鼓励我们台东的业者能够尽快去申请。这个穆斯林的事情其实市场其实是很可观的。对，
积极的去参加旅展，推销台东，让外界认识台东，想来台东，对，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内涵，我们也要把它充实好，没有错，没有错，这是很必要的工作，所以务必要朝这个方向积极来去推动。是，所以我们第一件这个观光从业人员的培训，就是在做这些事情。OK， 好，那加把劲儿。谢谢，谢谢，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江演，各位还没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观光企划业务，原预算数850万元，追加预算数480万元，追加后预算数1330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观光休息业务，原预算数3248万2千元，追加预算数2464万9千元。追加后预算是5713万1千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看一下交通事务管理，原预算是1393万2千元，追加预算是2975万8千元，追加后预算是4369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4032万元，追加后预算数4032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张前新南。谢谢大会主席。那处长，那对于本预算，其实本席是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对于我们油气据点特色加值计划的部分。因为从上次定期会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为期4个月了。那时候也，处长也说也已经核定。对。所以那本席在这边是，想请我们处长是不是能够稍微说明一下，目前针对我们，对于我们海端乡的执行情形是如何？是不是我们请科长来补充？好。议员，那跟议员报告，那个海端乡的部分，他们是已经都有提送到观光局那边，那目前在审查当中，尽快会做核定之后，公所就可以来发包。公所就可以发包。那其实，因为到现在已经4个月，是不是说在今年底是可以确定可以如期发包，并且开始开工？这个还要看那个海端乡公所，但是如果说有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困难，我们都会来尽量的来协助。好，那就再麻烦那个管理处，因为其实这样的有这样的经费其实得来不易，那也是希望说既有这样的经费能够确实很完善的来提供我们海端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油气据点，那就再麻烦我们处长以及科长的努力。好，谢谢处长，谢谢议员，我们会来协助公所。好，请坐。好，谢谢，谢谢张前议员。各位议员还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现在看社会处。社会工作保护，原预算数4939万2千元，追减预算数46000元，追减后预算数4934万6千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社会福利，原预算数7亿3637万元，追减预算数715万8千元，追减后预算数7亿2921万2千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洪中凯洪议员。行，处长请教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后面最后一个小部分，针对八仙城报的这个个案生活自理训练的部分哦，总共编了300万，那我们现在台东的八仙城报的个案有多少位？跟议员报告啊，原来有5位啊，哦，那2位已经回到职场了，那现在还有3位，不过3位现在都在，因为有些就学，哦，还有些工作需要，他都不在线内，哦，所以说原来的那个编的哦那个预算数就变成哦我们就变成没有用，要追减掉这样，好，对 ，OK， 好，谢谢处长。好，各位议员还没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儿少及妇女福利，
原预算数1,786,600,000，追加预算数2,030,000，追加后预算数1,080,064,6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公共。我们看一下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2,507,500,000，追加预算数7,543,000，追加后预算数3,261,8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谢谢各位议员。我们现在看动物防疫所。我们看一下计划型补助收入，原预算数9,033,000，追加预算数4,530,000，追加后预算数1,356,3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租勤防疫，原预算数401,000，追加预算数10,000,000，追加后预算数411,1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租勤防疫，原预算数486,000，追加预算数24,000,000，追加后预算数510,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一样是租勤防疫。第十页哈，原预算数105,000,000，追加预算数6,000,000，追加后预算数111,000,000。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11页，租勤防疫，原预算数27,000,000，追减预算数5,000,000，追减后预算数22,000,000。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12页，疫病检验，原预算数250,000,000，追减预算数1,000,000，追减后预算数249,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13页，疫病检验，原预算数160,000,000，追减预算数17,000,000，追减后预算数143,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14页，草食动物防疫，原预算数312,000,000，追减预算数89,000,000，追减后预算数223,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看一下第15页，草食动物防疫，原预算数961,000,000，追减预算数703,000,000，追减后预算数258,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看一下第16页，草食动物防疫，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327,000,000，追加后预算数327,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17页，药品与疾病管理，原预算数317,000,000，追减预算数11,000,000，追减后预算数306,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看一下第19页。药品及疾病管理，原预算数19,000,000，追减预算数3,000,000，追减后预算数16,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第20页，药品及疾病管理，原预算数299,500,000。追减预算数415,000,000，追减后预算数258,000,000。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看一下21页，
药品与疾病管理，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843000元，追加后预算数843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23页，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300万元，追加预算数693万元，追加后预算数993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24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25万元，追加后预算数25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看一下25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零，追加预算数64000元，追加后预算数64000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好，谢谢各位议员。警察局来了吗？好，我们现在审警察局。看一下第二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原预算数9394万元，追加预算数595万元，追加后预算数9989万元。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张政委张议员。主席哈，这个为了赶时间赶进度哈，本席做程序发言了，建议从15一直到19，因为都是垫付款的转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次性包裹表决就好？请主席裁决。不要了，不要这样了，因为没有几项了。哦，好不好？因为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啊，你如果说有事情，还是我们法定时间设10分钟而已啊，明天还可以再审啊。明天有很重要的自治条例要审。好，各位也张政委提的意见，各位也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从15项到19项，我们就全数通过，好不好？好，通过。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早上的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继续开会。好，谢谢各位议员，谢谢各位媒体先进。好，谢谢各位，谢谢。